多少人，多少幸福被抢夺，多少生活在一瞬间被埋没，一切变沉默，泪光在眼眶闪烁，尘埃沾满了失落的轮廓，请也是我不必说，你们背后还有我，未来就是崎岖也会陪你过，一个你一个我扛起不需要脆弱，前面越走一定会越宽阔，你还有我，谁都会有恐惧，面对黑暗的角落，为了你我再苦也不多，我要你重获原来的生活，让等了这一辈子的承诺，不必说，你们背后还有我，未来就是崎岖也会陪你过，一个你一个我扛起不需要脆弱，前面越走一定会越宽阔，谁都会有恐惧，面对黑暗的角落，为了你我再苦也不多，原来的生活，认定了这一辈子的承诺。感谢海外教育基金会这么多年来的帮助，以后俩一定会更加努力学习。大商有什么要说的？一定会再接再厉。下回再考大学的时候，一定会考得更好。妈妈呢？我。怎么说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感谢话，总之来讲我非常的感谢这些好心人对我家这个两个孩子帮助，真也不会说个话呀。是中央财经大学大三的学生，马上就升大四了。我呢，可以说我真的很感激在座的各位，因为我就是得到了 OCEF 的帮助，然后就是高中的时候度过了困难的时期，然后现在上了大学，来到了北京，然后离开了就是那么偏远的山村，可以来就是为我未来实现我自己的梦想铺路。今天呢，我能够见到大家，真的觉得 OCEF 的协调员所有的工作人员真的是一群非常可爱的人。大家都是很自发的、很自愿的聚到一起，就是不管是来自全国各地，大家就是才相聚几秒就可以混得很热，打得热火朝天的，我觉得真的特别亲切，然后特别就是在这环境里面没有压力，也觉得就是特别的好。同学们拿着1000元的学期助学金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我们会努力学习，刻苦学习，来回报你们的那份爱心。你们不是我们的亲人，却胜似亲人，请相信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努力。我们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，你们对我们的帮助虽然看似微小，但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意义重大。这里不仅包含着物质上对于我们的关注，更包含着你们对于我们的关心和爱护。来年我县成立初中城，我再向基金会汇报这些工作，我还想在初中城做一点项目，因为农村上来的孩子可能贫困生多一些，希望我们把这项项目做好，为孩子们多做些力量。Thank you.
活动哪个节目？联总会烟波浪，王雪为我们带来一首歌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。掌声在哪里？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，叫《走乡间的小路上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。